周三先生，周三太太，我希望该收几个。我叫阿菲发，一个不听诺菲达萨里太太。我今年二十二岁，我没结婚，我读院在综合毕业。成绩 OK， 最松买松细心，当心当照顾细路，当照顾阿公七十岁丈夫。喺我写何止，静怡静鸡静皮骨。博主博当就分就面，我咁劲教，我是有做嘢喺香港，要揾多啲钱俾我自己多好奇人。我希望先生弟弟请我啦，我要做好好勤力做嘢老实，当咪听先生弟弟讲话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弟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